Allora.小王，你在这呢呀？我玩游戏。玩游戏，玩啥游戏？哦哟，太幼稚了嘛！是。给吃担担面。吃的。吃那个？嗯，吃那个煮饭。我吃多。打我。恁打我？没，好，等等个。材料来了，哇！你说你准备要整把切的呀？我先去炒花生，炒炒料，搓搓皮个。妈，我上课。上课了呗。小小的酱，刚刚洗的小葱和香爆一下，再点点酱油，烧水煮面的时候，我们先调个料汁，花生酱一勺，来一勺，酱油，生抽，花椒油，蘑菇汤，再搅一下。面来喽！哇，这够大！啊，加点芽菜，芽菜是关键。哇，这个肉过瘾是吧？花生碎，点小葱花。哇，看着都好吃。还一碗面来了，哇，筷子，慢点嘛。